你是否想象过将15000道阳光握在手上，独特小光芒设计，超级闪充，超闪光芒， OPPO Reno 4SE 闪耀上市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，很高兴以这样特别的方式与大家相见。今天呢，我要客串一下 OPPO 的产品经理，跟大家分享一款充满光芒的手机，也跟大家聊一聊我心中的光芒。小时候看到阳光，我总会伸手去体验它的触感，常常会想，光有重量吗？把它握在手中会是什么感觉呢？现在我有了答案。这款自带光芒的新品手机 OPPO Reno 4 SE 是 OPPO 目前最轻的 5G 手机，手机背面的 3D 曲面弧度自然，握在手里的感觉很好。别看这么轻薄，却配备了一块大电池，把它拿在手里就像光一样轻盈，充满能量。除了轻薄的手感之外呢， Reno 4 SE 还有超高的颜值，尤其是手机背部的小光芒设计，15000道阳光纹汇聚在一起，像太阳一样，仔细看你甚至还能看见若隐若现的小彩虹，是不是很惊艳？除了我手中的超闪蓝， Reno 4 SE 还有阳光的超闪白、酷酷的超闪黑这两种颜色，希望每一种配色、每一道光芒都能照亮你们的心情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忙到忘记给手机充电的时候，直到有了 VOOC 闪充，可以迅速给手机回血。到现在 VOOC 闪充已经拥有了超过 1.5 亿的用户，我也在16年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这个功能了。还记得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吗？现在已经升级到了65瓦超级闪充，它有多快呢？充电5分钟你可以看剧4小时。超级闪充会改变你的充电习惯，早晨洗漱的时间就能充到一半，一顿饭的时间就能充满，随时随地充上一会儿就够用一天了。说完了充电，让我们来聊一聊拍照吧。阳光纹的焦点是 Reno 4 SE 的超清三摄，4800万的主摄拍照更清晰，超广角拍摄风光更震撼，微距镜头带你发现新的世界。给大家特别推荐一下最新的人像留色功能，打开后背景的颜色就消失了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它能够智能识别照片里的人像，然后保留人物本身的颜色，让画面看起来充满电影感，无论是自己拍还是别人拍，都让你成为主角。不仅仅是这些，在夜晚我们可以让画面更有艺术感，比如夜景光斑人像就是拍摄城市夜景的最好选择。看见我身后虚化的光斑了吗？是不是像专业相机一样看起来很梦幻？自拍当然也要更美，前置3200万超高清像素，加上又自然又有细节的美颜效果，自拍也能有写真一样的质感。有了 OPPO Reno 4 SE， 你一定会爱上自拍。这就是充满光芒的 OPPO Reno 4 SE， 它是一部充电很快的手机，65瓦超级闪充，能够充电5分钟，刷剧4小时。它是一部高颜值、好手感的手机，轻薄机身也能拥有大电池。它也是一部拍人超好看的手机，让你成为照片的主角。当然，更多我今天没有提及过的功能，大家可以多多关注、多多探索。这就是 Reno 4 SE。它将在9月25日开售，如果你也喜欢它带来的小光芒，千万不要忘了。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我珍惜每一次与大家见面的时刻，这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，因为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自带光芒。